我现在是在火神山医院感染八科医病区的这个走廊里，那么我们看见窗外啊，已经下起了雪，我们这样的病房啊，暖不暖和？保温怎么样？屋里温度怎么样？可以。可以，不冷吧？嗯。屋里冷吗？不冷。我们去几个病房转了转，因为有空调，里边的温度还可以。 大家都觉得不是很好。这个老爷爷呢，病得比较重，然后呢，他又有时候容易蹬被子，就又给他加了一个小太阳。